拜托，好了，开起来，开起来。不过还有一个原因啊。所以，因为我比你瘦。好了，瘦的人都不怕死啊。哎<笑>、欸，过来一下。怎样？送货。又送？我今天送那么多，你还中？我不要啊，为什么？早上请了咖啡。还有嘞？叫你送就送，费那么多干嘛？晚上帮我打卡。好。 很远呢，不要废话。请问棋子仁先生在吗？ 有人在吗？ 有人在吗？
什么鬼啊？不好意思，我不知道这边有人。你的包裹，我先放这边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真的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真的不好意思。你有帮我打卡哦。哦，好好好，我们明天见，拜拜。没睡饱，没睡饱啊！来这边一盒。哦，今天有，来我来，先说哈。哎，辛苦了。哎，你干嘛？嗯，没事。哦。哎，等等，给你的包裹。我的包裹。对啊。什么？我的包裹上面写你的名字。哦，谢啊。嗯，明天见啊。明天。怪人。
有人吗？蹲好，蹲，蹲好，蹲，蹲。